现在为大家介绍雅克工具的吉伦活动扳手，它的使用方式有别于一般传统的活动扳手。它的使用方式现在为大家介绍，它的使用方式就是二口的两个尖嘴对到螺帽的两个面，就是这样子调整它的尺寸到螺帽的两个面之后不用紧，碰到之后，然后我们推进去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转动了。它具有吉伦的功能，它不用再推出来了。我转动的时候，红点都会动，螺丝上的红点都会动。我在退的时候，螺丝是不会动的，就像这样子。因为一般的传统活动扳手，它的使用方式就是要调整到所需的尺寸之后，转动后你退不了了，然后就一定要再把它抽出来，再一次调整过，然后再一次使用，所以非常的不方便。然后我们这一支的使用方式一定要照我刚才讲的，就是两个尖嘴对到螺帽的两个面。为什么不能这样直接做使用？因为我们的设计上，这支的设计上就是这里有一个珠子，我们必须要让它有活动的空间去做吉轮的功效出来。然后我们这一支的扭力到达4000 kgcm， 一般国际标准的扭力只到达3000而已，我们这支到达4000 kgcm。 然后我们的胶柄是 TPR 材质，这里有子母扣扣住，所以说我们的胶柄不会滑脱。然后再来，这次我们有得过德国 IF 设计奖、台湾金质奖和日本 E-Mark 奖，对、啊、然后我们这里都有使用说明书，就是像我介绍的这样子，对到之后推进去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吉轮的使用了，对。